系上了。上上了，小雨啊！太好，小车小，也太黑，咱把这个南边这个后殿这个小苗那个棚子给它扣上了啊！扣上，明天有雨，马连桥往大姨子三口人来。还没系上呢。白天给我妈扣上，一场风就刮起来。行了。今天又冲下来。那使不上了。肯定不行。有钳子行。记得几把去？和混凝土坠着呢。这回我们刮十级台风的。俺凉抠出来的。啊？抠的凉啊？是为了压它。开几道？一道、两道、三道。四道。嗯，三四道。走了没走了？啊！哎呦，拽！行没行？轻点拽啊！别兜大弯。等会儿。哎呀，哈哈，还行。这边刮着呢。你说说吧，你说完就睡了。你说你。好了，现在该说说轮了。等一会儿，黑了。查太阳，黑天来的。再走一道，儿子。再来一道。石头这个，再往东点。再往东一空。再往东。啊。对，就这空。这儿啊。这搁啥钱呀？搁手？钱搁那边呢。拿过来，给送过来。哎呀，我忙做饭呢。来，咱俩的。钱不那么走，来。你二姐，你去。嗯。在。这院里是吧？这忙完，我这整一个。晚上这给这院里照通亮的。做好饭了吗，宝宝？做好，吃饭，放桌子。整利索了，治好了。这底下羊的白灰呀、啊，消一下毒。完事儿，上屋吧。上屋洗手，吃饭。消毒，种完了以后还得啥呢？我全屋的全棚子消毒的。那是一个棒是一个呗？对，蒙上了，这家伙。你不知道多少没有风开？蒙的时候一点风没有。跟我妈多少一说了，不是那给那顶细圈，你炖它那是啥呀？水啊？那整啥菜呀？哎呀，这野菜挺硬啊！炖的啥呀？那是啊？炖鱼啊？炖鱼。哎呀妈！看鸡崽子出100多个，还鹅呢？还有呢？那里还有呢？大姐坐着吃饭吧。嗯，哪几个呀？鹅。鹅啊，还有五天还没出呢。坐。这什么玩意儿？没寻思他是挂顶了，还以为他压顶。开饭走吧。啊，那有酒呢，二姐夫，你喝点白酒。这。哎呀，这今儿哎爬上来了，真疼啊！饿了，饿了，哎呀。这五个咋回事啊？一残疾，第五个。这酱色好。哎，这个味儿不错是吧？您这酱色好，比我那强。这儿呢，大酱油帮来了，这大酱哈。你家这是不是也写？没改啊，坐，你带你小弟去。过两天咱得上去接个二楼啊。行，有那有这个上面。别说了，下面应该是没成。来，你喝你的。盛饭呢，喝酒。自己盛。那我盛。你坐着。来，你吃鱼给你来。你过来一个，那能搁的吗？这老太太。搁了。这好几样，够量的。我吃口大酱。尝尝。一口大酱。嗯，我尝尝。要尝完了，你得吃一碗大酱。一大口。哎妈，这酱。你搁这儿啊？干香啊！再找俩凳子。这不也是这？我们你快点拧车。忙活的，中午还没飞起来呢。飞起来一个人都那么忙。这管风也是能安装。啥呀？我跟我妈俩中午来扣时候，一点风没有，我俩直接就抻上了。尝尝，抻两头压上了。我说没事了。就那功夫来雨那功夫。你还说我这风不大似的。妈呀，说那功夫可大了。我这今天我说俩人把大棚扣上去，我那俩扣的可板正了。
不用鸭头，不用鸭奶，鸭奶大酱真香。我就寻思回家去瞅那个整铁丝去了，回来一杆大葱，我一口又刮完了。这我气跑进来，你说的这家是转皮蛋干丢了，不知干哪去了。刮飞了。是没得去捣鼓。这么香吗？这酱好吃。老师多吃点，嗯，真是盐还淡。有些事儿来叨点儿了。酱一门招啊，咸的。每年那大拔，哎呦我的妈，这真挑的。今年我都不咋没。人家黑点嘛，你说是不是？今年好。那你今年咋割的呢？谁倒不知道。这玩意儿全带割。那都是好，这是重症花点儿是啥？这玩意儿这不行，够呛。这也得精酿了。啊，那什么里还有香的。那里。吃肉、哦、吃鱼吃菜，一百来个挺好，二百来个鸡蛋呢，那行，你爸嫌我那少了，二百来个鸡蛋，别搁这草地放吧，这家这能养，家整不了，家能养吗？你在这一百多个鸡蛋出三十个，那更不行，你山里来的货，你能养？带那啥的，皮划，皮划这嫁接的，整这什么担架什么玩意儿，什么玩意儿？那我感觉我杵上叫啥了？拐杖啊，拐杖。不是，没事。你早了，那小鸡儿、啊、没事，走两步了。是不是有点皮腿皮呗？就是膀胱能过来。